好，就是因为今天很特别，就是刚一直有强调是世界人权日，那我们也知道现在世界各地其实都面临了很多的议题，那希望这首歌也带给我们一个意义，就是说其实那个路边的灯啊，或者是家乡的树，都在告诉我们，就是你回家的时候他永远都站在那边等你。然后我们也希望世界各地这些正在受到不同议题所受苦的这些人们，他们有一天也都可以因着我们的力，因着我们文字的力量，然后可以顺利的回到家。那这首歌也送给大家，祝福我们在2022年我们走过了两年很辛苦的岁月，在接下来2023年希望能够带着很大的幸福，可以找到那个家的力量，持续我们继续走下去，在新的一年，然后祝福大家这首歌回家。
接着来到。